来看江景年上新的技术，甲菊花摕来提炼，发现会使治疗大肾，效果甲美国神丹平行，而且佫无美国神丹的副作用。甲菊花倒入去专用的机器内底，提炼出药用成分，用技术甲纯度提悬72倍。随天气变化，真侪人拢有大肾的困扰，不过一般治疗大肾的药啊，拢掺有美国神丹，嘛就是类固醇。不适合长期使用。整个栽种的过程以及它的料源的掌控性以及它的功效之后，我们认为其实以菊花的这一个素材来开发这一个肝藓药物是非常适合的，所以我们特别严选台湾在地可以生产、可以控制、可以制作的药材。江营讲，全世界有2%到3%的人有大肾的问题，但是长期用有美国神丹成分的药啊。会造成着急、困袂去，甚至免疫系统变歹的状况。目前这项技术已经通过卫生部的审查，相信免偌久的时间，就会使造福大肾病患。因为类固醇在长期使用上，对我们人体的那些副作用是蛮大的。那我们这次能够用植物性的非类固醇的来治疗肝藓，对一些长期病患来讲，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一个突破。疫情期间虽然讲真侪代志拢受到影响，不过研发的脚步唔捌停过，透过提炼植物研发治疗大肾的药啊，希望会使帮助病患解决问题。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